大家好，我是玲姐，今天我又回来了。我现在和我爸去山上的地里面去吧。我今天回来买的那个包菜苗去摘一下。我爸他说他也要去，我和他一块去吧。爸老好，我爸老也不想搬。不让我爸来，他非要来，上山都上不动，他拿个锄头。现在把这几撅辣椒把它先摘了，辣椒秧子上还有点辣椒，一摘，然后用这个辣椒地摘这个包菜。看，辣椒秧子上还有这么多的辣椒，把它一摘的话，这辣椒秧子都拔掉了。还有这么多呢，全部摘了呀哈！谢谢哥，先把红的摘了吧，绿的不摘了啊。你咋样呀？怎么没摘着呢？把青的摘了都开谢了，那你把秧秧不是都拔了啊？拔了，没他的秧秧上，没个是两位拔秧秧的，那么丢两下吧，干吧吧，那是丢两下吧，丢两下也丢了。点包菜，种包菜够了都叫没有的吧？咋有黑的呢？有些是黑的。你只要刷俺一下那碗，多一点点，俺还都完了。你挖的懂吧嘛？对。我不懂，怎么点不着呢？我就挖到才点点，没有啥挖的。啊？你还拔了哈？拔两下都够了。那是拔两下都够了。是吧？哎呀！
看，只要我爸干活，我爸都心情特别好。你看，你让他坐着，他都不高兴。你们能看见吗？看我爸笑的，你看。那这些都那这哪个人经常去啊？这穷的经常去是吧？这才能走一下嘛，你还得搞他烦得很的。你看我烦，不去他送我都不知道。一下送就完了，一下送就完了哈。那个现在光把这红的一嘴哈。啊！不然害怕了，还害怕。我，那跑了吗？他跑哪儿跑？这是我瞄一下，因为我中了嘛，是吧？我瞄了一下中。哎呦，他跑的时候你没看到？这都是个黄标，这没看到，他是卧室的。在表里头了吗？啊？在黄标里头了吗？红哥吃了他在，苗地下的呢。红哥在高头干啥的呢？刚上到哪个吃土牛闹的？习惯了。那个，那个香菜料，香菜枝咋没下呢？下了不行，我那个点几号了？点几号？点几号？啊！其实每一次种菜的时候，我爸都不放心，他要站在边上给我指点，他怕我栽的细密不均匀。米了哈，你是否还记得谁为你把泪擦？你是否能明白谁给你一个家？奶奶快去。那有个再一个苗苗嘛哈。有很多事放不下，你是否没时间给爹妈打电话？你是否已看见那满头的白发？两下是在那里，两下够了哈。哥种了20颗包菜，这一行是圆的，这一行是那种鸡心的。我们包菜摘完了，现在准备回去了。你来吧，爸爸。我，你这个活动就来了。看，又整了这一袋子辣椒。辣椒秧子已经都拔了，还有丢了10几棵辣椒树，上面结的辣椒还很多，等过段时间长红了再摘吧，反正地也不用。那我把这秧秧上这些一下辣椒一下摘了啊，把我拔了6个头一下摘了啊。这辣椒就那个摘辣椒，那才干了。它不摘，它干了它都红了哦。我秧秧上拔了点红了。怎么那个？再拿回，把垃圾给那个。爸爸。
爸，爸爸，你等一下，我个狗在玩呢。好了，辣椒也在玩了，我现在跟我爸回去了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有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朋友们再见啦。好了，回来了，早上上了的哈。